好啦，今日咧，我哋咧就会探讨下 Galaxy Note 20或者 Galaxy Note 20 Ultra。好啦，嗱，听讲 Galaxy Note 20系一部咧较新嘅机啦。嗱，睇下20呢个字眼已经系一个新嘢啦。嗱，睇下佢个发布日期，呢篇文章报道日期系2020年8月5号。不过2年嘅话，我都觉得佢系好强劲嘅呢部机。比 Galaxy Note 10同 Note 9之前2日讲嘅咧，更加强劲好多添。好啦，我咧就而家就睇下啦。好啦，2020年，大家应该知道当年系有疫情噶啦。虽然因为疫情关系，Samsung 今年下半年嘅旗舰手机 Galaxy Note 20系列嘅发布会改为网上发布，但仍无损佢嘅吸引力。今次 Samsung 繼續推出大細孖機 Note 20同埋 Note 20 Ultra，咁佢有咩功能同設計特點呢？我呢就用3分鐘時間為大家總結佢11個重大特點吧。好啦，大機唔再用伽利命名啦，就用 Ultra 啦。舊年 Samsung 咧喺 Note 系列引入咗大細機啦，大細孖機款啦，有6.3寸螢幕嘅 Note 10啦，較大6.8寸嘅 Note 10加啦。而咧，去到今年嘅 Note 20系列咧，Samsung 仍然保留大细孖设计，即系有2部可以拣。细机仍然叫 Note 20，但大机就唔系要 Note 20加啦，Note 20 Ultra 啦，与今年 S 20系列嘅 S 20 Ultra 命名睇齐啦。好啦，平面荧幕终于再出现 Note 啦。除咗命名方面，今代 Note 20亦有回归元素。近年 Samsung 嘅手机，尤其是系旗舰机款，习惯采用双曲面荧幕设计，呢个设计好似令视野更广阔，而且令边框更不明显。但缺点有时手机单手操控手机嘅时候会出现错误触碰情况，即系可能我揿 A，佢就唔知去咗 B 嗰度咯。嗱，我而家啲机都会发生呢个情况嘅，耐唔耐就系、是。操控嘅时候，单手操控嘅时候会出现错误嘅操控情况啦。今年今代 Note 20里面，较细部嘅 Note 20咧就用翻平面嘅荧幕设计啦，而较大嘅咧就仍然装双曲面荧幕。用家可以终于按个人喜好拣边部啦。值得提嘅，除咗荧幕外，机身四角设计都唔同。Note 20用较圆角嘅设计，而 Note 20咧 Ultra 咧各位就用较方嘅。120Hz 荧幕更光啦，荧幕规格方面，Note 20系列有提升啊。相比上一代 Note 10或者 Note 10加嘅6.3寸同埋6.8寸荧幕，今代 Note 20或者 Note 20 Ultra 就新增至6.7至6.9寸，解像度都系 2K 啦，就冇乜咁好啦。我都觉得材料咧同 S 20相同，仍系呢个 Dynamic Amoled EX 新款荧幕，相比以往机款啦，亮度提升咗达到25%，而且减少咗发出蓝光，对双眼的保护更佳。另外，两部新机嘅荧幕更新率与年初嘅 S 20系列睇齐，均支援至120Hz。而值得提嘅 Note 20 Ultra 更可以 2K 荧幕解像度下尽用120Hz，荧幕更新率比 S 20 Ultra 更强啦。嗱，荧幕呢啲咧就我都唔特别讲啦。嗱。对比之下，荧幕有分60Hz 同120Hz，就嗱咁样嘅。不过觉得就冇乜分别啦。续用三镜像素提升啦，第四个就系镜头方面啦。年初发布嘅 S 20系列有好大嘅提升啦，但今次发布 Note 20系列咧，始终重点唔系放喺拍摄上面啊，所以镜头咧都系用翻上代三镜设计。不过 Note 20嘅三镜头提升至1200万像素主摄嘅，加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及6400万像素远摄嘅。而 Note 20 Ultra 咧就提升至年初嘅 S 20 Ultra 中用嘅1.08亿像素主摄嘅，以及同样系1200万像素嘅超广角镜同埋远摄嘅。至于前镜方面，两机像素都系1000万。除此之外，之前嘅 S 20中加入嘅一摄多拍模式，只能硬性拍摄即系10秒啦。而在 Note 20系列中，用家就可以拍最长15秒嘅内容，而且拍摄长度更可以在5秒、10秒、15秒之间自选，拍摄上更具弹性。好啦，Note 20咧仲有第五个功能嘅，新增专业拍片模式同埋支援蓝牙咪收音。
好啦，除咗像素提升之外咧，碌二十系列咧，亦都咧新增咗专业拍片模式。当中除咗与 S 二十系列一样支援 8K 拍片外啦，8K 影片长阔比更会选择16:9甚至21:9啦。喺 Samsung 手机上面可以话系首次啊！此外拍摄嘅时候，如果你想做缩放，更似有条状操控棒，用家只要拉动嗰个标示就可以操控缩放速度啦，而最体贴嘅新功能就系首次加入咗拍片嘅时候自选收音装置功能，用家可以自选手机上面指定麦高峰 USB C， 即系 Type C 啦，有线收音麦，甚至可能天方选择以蓝牙无线麦收音。以后大家如果拍片嘅时候攞到清晰人声效果，就唔需要再找录音机录音啦，之后可以透过剪片软件将声画合拼同步就唔使咁麻烦啦。第六 S Pen 更好似咧喺纸上面画图，当然每一代碌系列啦都一定会放喺方便用家写字嘅 S Pen 上面啦。今代 S Pen 新增功能咧都唔算太多啦，不过减少咗触碰延迟啦，令书生画绘图嘅时候咧笔尖与线条咧更体贴一齐，体验咧就好似喺纸张上面真笔写字绘图一样。另外碌二十系列嘅 S Pen 加咗更多 Air Action 功能，即系上面。只要在手机上面用 S Pen 绘画指定图，就会操控手机返回上一页，回到主界面啦，开启程式啦，或者切换界面啦，进行自流选取啦，甚至可以做截图啦，即系 screenshot 啦，令大家唔止咧绘图写字，你一般手机操控咧都离唔开 S Pen 啊！好啦，我哋咧听日咧就会讲更多咧 Galaxy Note 20里面咧嘅好处或者功能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